蒙古的呼麦、马头琴和唢呐琵琶跨界演出，还有华丽的古乐舞、热闹的布袋戏，台北传统艺术季自4月1日起即将展开。打开节目单可以发现有浓浓的跨界风，不仅巧妙融合各种传统乐器，国乐也和西乐同台竞技，还有张大千的画作也与国乐巧妙呈现，融合多样化的演出。今年传统艺术节一点也不传统，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。文化局长谢小韵表示，好多的年轻人这几年开始慢慢不排斥国乐，慢慢愿意接近很多的传统的音乐，我想是我们的这样类型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艺术节的带动之下，才会有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氛围。艺术节开幕表演是汉唐乐府与台北市立国乐团合作的盘子鼓，展现千年编钟古韵和华丽古乐舞。除了多个融合中西的室内节目，在中山堂也有免费的歌仔戏、布袋戏演出，户外节目有浓浓的台湾味。台湾情报记者洪秀玲、许春章采访报道。